11月9日播出的综艺节目中，主持人问男嘉宾是不是单身，得到肯定回答后，黄景瑜将宋祖儿推向男嘉宾。而此前宋祖儿在节目中称赞该男嘉宾很帅，黄景瑜的这一举动被网友调侃是最强助攻，纷纷评论热心网友黄景瑜，黄景瑜你是丘比特吗？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